姐，我跟 Jackie 约会，你来凑什么热闹啊？那我不得替你把把关呢，免得你被渣女骗。爸爸，我来帮你。我谢谢你啊。你摔哪儿了？不是，你怎么带的孩子啊？都摔破皮了。姐夫，这不忙着呢吗？没注意吧？抱个饺子能有多难？你又不干活，少说两句吧。姐夫又要看店，又要照顾小宝，不容易。别说了，瑞瑞，是我做的不好。姐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凭什么一定要男人带孩子呀？像洗衣服、做饭、带孩子这种事情，不是女人更适合吗？那男人出去养家糊口啊？对啊。Ready？ 孩子是女人生的，女人才知道怎么带。女人都负责生了，男人才应该负责带。自古以来，自古以来都是这样。女人更细心也更有耐心，不是更能把这些事情做好吗？男人力气大，能力强，生来就是做家务带孩子的料。你这简直就是织女癌，你这叫田园男权。瑞瑞，你最近可怪怪的啊，你得让你那个脑科学家给你脑子钻个洞，看看到底出了什么毛病。还有那女的对你是认真的吗？你都快30了，没时间浪费。要多认真啊！结婚呢，杀了我算了。她又不会做饭做家务，还要请大叔，还不想生孩子，我娶她回来干嘛？啊哦，嗨，完了，露馅了。你的意思是，你所说的都是梦里的世界？我就是觉得特别好笑，就忍不住跟我姐吐槽一下的。我觉得你说的很有意思。所以你的梦是有逻辑的？是啊。还是连续的？是。你醒着的时候还在用你梦里的逻辑去思考？嗯。这可太有意思了。梦境是人类认知的一部分，你很有可能对人类的进步做出巨大的贡献。明天跟我到实验室去，我录入一下你的梦境。哦，不对，今晚就去。满脑子都是科研，该说你是聪明还是可爱呢？